桃花问题没解决，小心影响留到下一代。原本我们家还没改建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是到这个位置。是阳台，宝宝睡在阳台上。进了一个房间之后，还有另外一个房间，这个时候就变房东了。后面这个小孩长大要当家的时候，但风水上没有改变，就会在新人的主人身上会出现。